小妹，你们来了，快请进。哎，爸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嫂子，我哥呢？哦，你哥在屋里呢。爸，快进屋。哎，爸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来，快坐。哥，我今天带爸过来呀，就是让他常住的。常住？咱爸在你家不是给你解锁孩子吗？再说了，小宝才3岁，那以后怎么办呀？爸，这不是手受伤了吗？他接不了孩子，更送不了孩子，我还得照顾他。咱爸的手受伤了，你怎么不带他去医院呢？去医院？花那些钱干嘛？在家里养养就好了。就是，大惊小怪的。我不是给了你咱爸上保险的钱吗？去看看也花不了多少钱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呀？爸，我带你去。哎，哥，你别去了，我给小宝交保险了。啊？你把钱给小宝交保险了？你怎么想的呀你？我这不是想着小宝年纪小，比较顽皮，磕磕碰碰的，预防一下。谁知道爸年纪这么大了还摔跤，手还能受伤？那还不是因为咱爸给你哄孩子把手摔伤的，你自己种的因自己尝果吧。哥，你那么有钱，你照顾照顾咱爸怎么了呀？再说了，我每天又接孩子又上班的，我已经很辛苦了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？儿子，你们是亲兄妹，算那么清干嘛呀？我是不是你爸呀？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不管吗？哎呀，爸，怎么会呢？爸，你就在这儿好好住着吧，我和强子呀会好好照顾您的。爸，走，我们带你去。儿子，这次我的手是彻底好了。爸，您这伤筋动骨100天呢，您这岁数也大了，可得注意点呢。我知道，儿子，你今天就不用上班了，你把我送到你妹妹那。爸，你就在我们家住的吧，我跟雪峰要不是不照顾你。不行啊，你妹妹她家里忙得很，我去给她搭把手。爸，听说你手好了呀，我是特意来接您的。哥，一会儿你开车呀，送我们一下。对了，哥，你再给我拿5000块钱呗。你拿5000块钱干什么呀？给爸买保险啊。这买保险也用不了那么多钱吧？爸，这刚好，不得拿营养品供着啊。再说了，你这当儿子的，这钱呀就应该你掏。我是当儿子的，并不是当袁大头的。哥，你生意做得这么大，这么点钱都舍不得出，你不怕别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吗？雅丽，怕戳脊梁骨的是你吧？爸给你带着孩子生病了，你一脚踢开，现在好了你又接回去，我给爸养着伤，爸给你打着工，最后还得我出钱呗。哥，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呀？雅丽，你但凡有一点感恩之心，你哥也不会这样。你把现在所有的一切你都当做了理所当然，你一句你苦你难，全天下的人都得给你开绿灯，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？嫂子，你们那么有钱能有什么难处啊？我们家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这段时间你嫂子照顾咱吧，这一辞职再进职场，那还得从头开始，刚刚升了主管。哎，这社会什么时候成了你穷你有理，我富我活该啊？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吵了，我哪都不去，就在儿子家。雅丽啊，等爸老的干不动的时候，你还得把爸赶回来，所以啊我哪都不去。爸，我可是你亲闺女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应该向着我呀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？雅丽，我看咱爸一点都不糊涂，你要是想全力共享就得义务共担呀。雅丽，你不要觉得照顾老了儿媳是应该的，享福的时候儿媳是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你在秤别人的时候掂量掂量你自己是不是那个位置。
雅丽，我们做人呢，千万不要只看见别人的黑，而看不见自己的黑。这样时间一久了，在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都没有了。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，拼命想活成别人期待